小朋友们，你们知道吗？有61%的大学生在进入社会前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焦虑哦。有可能是投履历时怀疑自己到底有没有能力工作，有可能是自己理想工作的门槛太高，害怕面试的时候被打枪。但是不要怕，今天就阿基姐姐来带你看一下一个成功面试到底长什么样吧。Go go！你的简历我大概都看过了，接下来就麻烦你自己介绍一下你自己吧。好的，我在学期间一直都有在从事相关领域的工作，也正因为我是一个坚强不放弃的人，所以直至现在，我在这个领域累积了不少的工作经验。好，那你的强项是什么？我的强项正是清楚了解客户需求，并帮助他们达成。所以我们是你的第几职员？贵公司是我的第一志愿，因为我正在找的正是一个我能为他创造良好投资回报，然后我能为他增加价值，有着强大团队的一家公司。了解，那我们来聊个轻松一点吧。如果要你把自己比喻成一个动物，你会有什么动物呢？我觉得是狗。狗？对，我是狗。公司的狗，公司的狗，我要狗狗，公司的狗，狗。